它是一只顾家的狗狗，更被全网称为最聪明的狗子。它会监督小主人写作业，督促小主人上学，照顾受伤的主人，帮家里的鱼塘放水喂鱼，一天天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。很多网友觉得狗子是个大暖男，还想拿自己的老公来换，甚至还想组团来偷他，可见他是多么的招人喜欢。就这样，一只狗子在某音竟然收获了900多万的粉丝关注。今天就让小李带大家走进聪明狗子的趣味生活。视频中这只狗子叫糯米，是一只拥有900多万粉丝的大网红。它是一只德国牧羊犬，是警犬的后代，也是一只退役狗，如今跟随主人在深圳生活。当然了，再聪明的狗狗也少不了主人的教导和训练。糯米就是这样一只狗狗，它可以跟人类交流，听得懂人话。在家里，它是一只懂事的保姆，照顾着全家老小。它可以监督小主人上学写作业，两人还互相配合打掩护。在小主人不听话的时候，糯米会拿出衣架，小主人就会听话了。看来小主人不少受衣架的威胁，看画面就感觉非常温馨，非常的乖巧。遇上快递，他可以帮忙收快递，有客人来了，他可以提醒客人扫码，为客人递上水，还可以邀请客人在沙发等候。看这种情况，狗子应该在内心中呼喊着，我就是不会泡茶，不然高低给你整杯茶喝喝。在家里，小主人犯错后，主人要拿尺子敲打小主人，糯米就用爪子按住尺子，主人犯错了，糯米就把搓衣板拿出来，示意主人可以跪下认错了。真是太懂得人情世故了，对于数学算术糯米也可以轻松拿捏。谁知道一加一等于多少，知道的请举手。认真的别What? Wow! 偶尔糯米也会去工厂帮忙充当保安，有车来的时候他会帮忙开门，顺便让司机登记。就冲这工作态度，那一个月至少给开5000吧。对于危险意识他是非常的敏感，毕竟是一条退役的狗子。在工厂里，有人随手把点燃的烟头扔进了垃圾桶，垃圾桶开始冒烟，糯米看到了，先是跑出门喊人，然后拿起水龙头放到垃圾桶拧开灭火，然后再把主管拖出来示意灭火，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。不愧为犬界智商高的狗子呀，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不要把点燃的烟头随意乱丢哦。可是就这样一只聪明的狗狗竟然被相关部门罚款500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糯米因为在户外没有佩戴牵引绳，被相关部门通告处罚。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，糯米的主人就带上了糯米前往相关部门，主动承认错误，接受惩罚。主人觉得犯错了，我们要勇于面对，有错就要认。其实被教育亦是另一种被善待。很多粉丝觉得糯米爸一家积极配合的态度非常诚恳，如果所有的养狗人能够拥有这样的觉悟，就不会出现很多因为狗狗而发生的悲剧了。在这个家里，糯米就是家庭的成员之一，他们一起长大，一起生活，再加上糯米的聪明能干，很多粉丝都很羡慕他们的生活。对于糯米，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弹幕上来讨论。如果喜欢糯米，请长按大拇指为他点个强烈推荐吧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李唠叨，唠叨李，关注我，下期视频更精彩。